梯。哇，这电梯真恐怖，怎么一直在弹跳？它看起来要烂掉了。他刚一直说电梯故障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按的是一楼哎。那你怎么来到了？你有按一楼？有啊，我刚刚有按啊。就你这高，那这 B 2是到哪里？司机外面去。对，然后 B 2是哪里？刚才他也没开啊。啊，他到一楼哎。他不开出去了。是怎样啊？好恐怖的电梯！他怎么到 B 2了？到一楼？是啊，什么电梯？他为什么到 B 2？ 然后没有开门，然后再到一楼？待会上去拿面，我一定乖乖的。是，什么鬼的？他在做什么？他为什么到 B 2再到一楼？一直晃，一直晃。他是二楼 B 2，然后一楼虾米蛋蛋。